是快乐的，不会起烦恼。凡是起烦恼的，对你都有障碍。障碍，那你赶紧求求地藏菩萨吧，完了拜拜，轮相就告诉你了，你现在所遇的障碍很快就离开了。当我遇到障碍的时候，灾害要来，你感觉到，那你事先忏悔，可以小的灾难能变能免了，大的灾难或者把它变成小了，变到你能克服。第三是137观障难，见得离，你现在一下子离啊，离不开，慢慢的就离开了。138观障难不得离，这个你就苦恼了，说需要败战了，这就需要败战了，让他离开，让灾难离开。139观障难一心处，这个让你用修心观嘛，你这个障碍你心可能除得掉的，用你修心呢，修定力来除掉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地藏菩萨告诉我们啊，就让我们在修道的时候能够安心，如果自己不能安心，这是在拜忏当中啊，就请地藏菩萨加持，所以我们要拜忏的呢，我们这凡夫心呢，安静的时候很少，总有些个障碍，因此你在拜忏的时候就求地藏菩萨加持的，使你这些个灾难呢顺手离开的时候，你拜头一天没离开，拜第二天最多七天吧，这些灾难都能离开了。有的呢，你今天拜完忏之减轻离不开，但是你经过一个期绝对能离开，以七天为限呢，你拜忏的时候啊，当你没拜忏的时候，你平平静静的很好，很难讲，但你拜忏就不同了，拜忏有时候过去的业现，有时候现在的现，本来这个业障还得两三个月，还得明年，还得后年才现前呢，因为你拜忏提前了，你要消灭它，它也会提前现，但是你心里有个底，有个反正我拜求地藏菩萨加持了，越这样子你要忏悔的加重拜。为什么说拜忏的时候痛哭流涕的那样子，你为了一个为了消灾难，一个感谢地藏菩萨，感谢地藏菩萨使你灾难消失，一个你生活很困难的突然间嘛得到意外的财富，意外的收获，这是你意想不到的，很多问题在你拜忏的时候不是从你想象来的，那不然人家修道做什么，那为什么要拜忏呢？就求加持嘛，消业障嘛，他会有意外的感受，意外的感受你也不要太生欢喜，太生欢喜了又产生魔障，你欢喜了魔障也来了，欢喜魔来了，对，应当正常处置。145观所患大不调，所患者就是指着身心不安的时候，或者患病，或者没有病，对，无病生烦恼，这咱每个道友都有的了，你说，说你这个样子容易感觉到大不调，就是四大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组合的是地水火风。叫四大，再加个空根识，发展叫七大，地水火风空根识，七大不调。
那你加紧拜，你再沾扎沙伦，你拜明天再再沾，明天再拜，四大就调和了。突然无关无故的，你感觉着不舒适，或者不吉祥，不是这儿痛啊，就是那儿痛啊，是你拜忏生障碍，有点干扰。咱们说魔干扰啊，是就是你所患的非人干扰，非人不是人道的啊，鬼神之道的来恼害你。那你家诚心的继续再拜，拜拜这个就消失了。说这个189种啊，都从你六根六识六尘发现的。说为什么要拜忏，就要消灭这些东西。他发现了，你就求地藏菩萨，就很快就转化了。就非人有了148，观所患可疗治。所患这是患病说的啊，四大不调，可以治疗呢。119，观所患难治疗，有的一治疗可以好，有的治疗啊很困难了，要拖延时间很长的。那你就加地加加油拜吧，目的我们要知道之后。这个占察论就是让我们知道，知道之后了，你如何转化，并不是知道而已了。那么害病知道了，知道害病了，怎么样他不病？当然找医生治疗，医生治不好，很多病医那个脱离的时间很长。对。那用占察轮占察之后，求地藏菩萨给你治疗。那地藏经讲，如果这个人命已经到了，寿数到了，地藏菩萨会把你接走了，告诉你说你命已尽了，别在这受罪了。我们右眼看他是死了，实际上地藏菩萨把他接走了。这种现象呢也有，这种现象。观所患自当忏，或者治疗，或者你不理他几天他也好了。观所患向医看治疗，你得找医生，医生来帮助你治疗。154，观所疗是对治，这个是说法说的。像你治占察轮说你贪，你自己不贪呢，对着他吗？你贪到了是苦，说贪吃啊，你少吃点吧，好吃的你也不要他吃的太多了，贪嗔痴的身口意三业，饮食啊，起居啊，占察轮预先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示警，警告你，那你就预防，你就治疗。有些地藏菩萨让你求医生，你这病找医生一治就好了。对，医生可能给你治。154，观你所治疗的是对治，对治就靠着你要起烦恼得靠智慧对治。那多念念大乘吧，多念念大乘经典，或者静坐下来修观。对，这个我们大家都懂的啊，道友们都知道过。155，所服药的常得力，说这个药啊，你得吃时间长一点呢，不是短时间一吃就好的。说久服了就得力，或者营养药啊，或者是补药啊，有这类意思。156。观所患得出愈。157，所向医不能治，说你这个病找医生给你治。